사시더래쇼. 这剑弱掉的，真的个，三刀斩出去了。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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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
Thank you.
Thank you.
收工吧，辛苦辛苦。Thank you.
上了前往拉萨的单车，那晚我梦到在布达拉宫里，喇嘛们列着队顺着楼梯向上走，他们低着头念着我听不懂的话，缓慢地行走着，像举行一场庄重的仪式。我参在他们中间，静静地看着他们。在走到一处楼梯转角时，我离身扒在一处没有窗的窗台上向天空张望。在梦中，我被阳光下一座金色的屋顶反射的金光自醒。这个梦如此的真实，真实到那个布达拉宫上金色的屋顶居然真的存在。于是我决定毕业后的第一站拉萨。我为此进行了四个月的体能训练，滑坡、泥石流、塌方、抢劫、高反，种种负面的消息都没能阻挡我的决心。即使我有哮喘，即使我一个人出发，在路上的31天中，我住过寺庙，睡过羊圈，雀儿山脚下被放牧的藏獒追赶，排龙天险落石从身旁砸下，去往玛尼干戈的路上被野狗攻击，下海拉山路上被暴雨狂风洗刷，被沿途的人拦下要钱要物，看着路上遇难的人被抬走，塌方掩埋的公路，落入河流的汽车，被迫放弃行程的伙伴，无下限的烂路，无止境的爬坡，无休止的淋雨，
无收敛的骄阳，阳尘满天，逆流强势，寒风刺骨，暴雨倾盆，孤独使我放声歌唱，劳累使我望天冥想。当星空中隐隐蜿蜒出清浅银河，当暴雨后彩虹在眼前划出双道鸿鹄，当雪峰在夕阳下散发金色辉煌，当日晕环绕太阳发出璀璨光芒，我知道这一路我将经历更多，收获更多。当我从阳关老人手里接过热腾腾的面汤，当阔远寺的喇嘛为我团好喷香的糌粑，当藏族汉子扶我骑上他们的壮马，当藏族孩子用野果交换我包里的零食，出发前所有的顾虑都抛在了脑后，我只知道等待我的只有远方。随着海拔升高，景色愈发广阔，河流愈发湍急，山峰愈发雄壮，草原绿野滔滔，雪峰云雾霭霭，树木繁茂丛丛，雪域西南，世界屋脊，若不是亲眼所见，亲身所感，语言对其山川的壮美更是数不尽道不明。山上有缘，缘上有山，山中有云，云里藏风，这些矗立千百万年的巍巍雄风，默默守护着这片高原净土，你见或是不见，它就在那里，不舍不弃，浩然挺立，任时光荏苒，任沧桑变幻。当彩色的经幡在风中噗噗作响，经文就被这风传送开来，祝福伴随着风传遍了河谷山川，让这山这水都有了灵气。神秘的南迦巴瓦峰，靛蓝的尼洋河，宝石般的纳木错，碧玉般的羊卓雍措，这里一切的一切都远离浮华，归真自然。野牦牛迎风疾奔，藏羚羊结队前行，野马脱缰飞驰，雄鹰在天际翱翔，山雕从头顶划过，生命在这片广袤世界延续着最顽强的基因。天葬，当肉体归于天极，轮回告别婆娑，我看到了灵魂的升华。这里所有生命遵循着自然法则，敬畏着神灵佑护。佛是过来人，人是未来佛，手中转经转出千万功德，匍匐朝拜，寻追万里信仰，闭目在金殿香雾中，一切自知，一切心知，月有盈缺，潮有涨落，浮浮沉沉，方为太平。骑行在夜幕下的拉萨城，心中悸动而失落，我知道明天的早晨不再会有未知的旅途等待我的跋涉，我知道终点就这样平静地浮现在我眼前。当我转山转水转白塔来到布达拉宫脚下，它并不如想象般雄伟，却出乎意料地让我震撼。我知道我用我的方式毫无遗憾地完成了我的朝圣之旅。
放很多，放很多。